你知道达成 MC 全死法最快需要多少时间吗？今天我们就从死亡速通中研究一下 MC 的死法到底有多离谱。11月16日的时候，一名国外的速通大神完成了一项全新的 MC 世界纪录，他用了5个小时，在原版设计中达成了29种死法，其中包括摔死等常见的死法之外，还有被雷劈死之类的奇怪死法，成功打破了原有的记录。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世界纪录合理吗？我当然觉得不就是找死吗？我上我也行，毕竟我在这个方面天赋异禀。各位小伙伴们觉得呢？而且对于他的死法速通，我不满意，怎么才29种就结束了？我还会在湖里被淹死，水里被烧死，甚至还能摔死在水里呢。你不信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还见过哪些不合理的死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。最后不要忘记点个赞，拜了个拜。